脱口秀大会。装睡，彭大爷亮面，再说点话，还有你，逼着我出去。
学生，彭大爷，包子熟了。这回听听，一伸懒腰，还没睁眼呢，先骂街。他娘的，是谁搅了太爷的好梦？转过身来，冲县太爷，住！县太爷一想，哟，平时都我冲神主，今儿堵我一下。哎，彭大爷，告诉您好事儿。什么好事啊？今天您可以回家了。回家？伯爷，不伯爷，敬老大赦。什么意思？在这儿有吃有喝，有你们给我天天晚上洗脚，凭什么我回家呀？那您得照顾照顾我们呀。我们这二年官俸全都赔您一人身上了，我受得了吗？那行啊，让我出监狱，可我也没什么手艺，家里的老娘怎么办呢？按月给您家里头是送柴送米送钱，那还差不多。哎呀，这身衣裳也旧了，换身新的吧。没问题，马上请财务给您做新的。哎呀，你看咱这都临走了，咱哥几个还不得啊，来点酒来点肉，连吃带喝。没问题，对过酒楼给您叫四凉四热六屉包子，今儿您敞开，我们开欢送会。看看，这二年跟你们关系还真不错。这走了以后，我要想你们怎么办呢？我们给您托梦。彭大爷出监狱就这么大活，吃饱了喝足了，换上新衣服，在前面走着，后边县太爷来连老口，带着衙役三班，连官站都出来了。彭大爷们，彭大爷们，彭大爷们，免送，免送，免送。走到门口，一脚门里，一脚门外。哎，想我程咬金，人称净阶阎罗程大宝。这二年半，怎么我出来街上还会有人呢？刚把这条腿迈出来，后边咣当一声，现在门就关了，连顶门杠都闭上了，可把这侯爷送走了。回家以后跟老娘一商量怎么办呢？没有进项啊。老娘说啊，咱们家住这地儿叫东阿县斑鸠镇小耙子村。人人都会编出耙子，这样吧，娘我也学会了，编点出耙子卖，也够咱们俩是将养度日啊。程咬金说：“那您拿钱来吧，我去买竹子。”他娘说：“我这老太太也没进香，上哪当钱去啊？那怎么办呢？这样吧，你父亲程有德呀，曾经是马明官的总兵，咱们家呢也有一些家传的宝贝，我拿一点给你去卖。”程咬金想，呵，我娘还砸这窑呢，您这什么宝贝我看看。程咬金他娘翻箱倒柜，找出了一件袄，找出一个裙子，把这个裙子递给程咬金。您这个是什么裙子？哎，我这个裙子叫山河地理裙，拿过来轻点啊，别抖了啊，一抖了碎了啊。拿来看，满天星，上面全都虫吃鼠咬窟窿，从这儿就到我们了。娘，就您这裙子，您打算当多少钱啊？那你就点儿，反正那当少点吧，那给我买两根竹子就行了吧？哎，行嘞，找了个蓝布包皮儿一包，拿着又进了东阿县城了，最大的当铺呵呵当，把这包皮儿进了当铺，往这个当铺柜台上一放，当当，这个当铺啊。柜台都高，一般的人啊要跟这个掌柜的说话得扬着头，但是程咬金个儿高啊，他跟这个柜台里边老心儿啊，山西人老心儿站这个柜台，跟他一边高。这老心儿啊跟冲嘴呢，拿着探监袋，吓了一激灵，大哥干什么？我当宝贝？什么宝贝？我这个是山河地理群，你打算当多少银子？我当二十两。什么东西就当二十两？我哪来看看？不成，我这是家传的宝贝，不能轻易让人看。先说银子，我请说吧。我在这个掌柜站三十多年了，从来都是先看货后讲银子。把这个包袱皮递上去了，打开一看。啊，
你这个东西叫什么？满天星。拿给你看，大哥，我以为你说瞎话，你还真跟我说瞎话，真是满天星。这个东西还20两银子，2钱银子也不值，拿走拿走。呀，把那个包皮儿也扔下来。程咬金是什么呀？啊，抓蟹刀抢馅饼啊！从小拿什么东西都不给钱，今天啊敢说不大。程咬金没收着，急眼了。你说什么？我大，你敢说三个不到？嘴在我脸上站着，撒手上撒把生，我也敢说，你都不大。程咬金想，呵，今天这真遇上厉害了啊！来点出手是不行了。再说一遍，两个火大。这个就开始在那看了啊。程咬金想，今天要不打几个，看来是过不去了。上一只手，砰，把这三桂的袄里子抓住，往怀里一带。三桂哪能趴出来？一下把脸凑过来，程咬金这右手可就举起来了。第三遍，三个不，只要这大气一出口，一伸手这巴掌就要打上。三桂眼睛一瞟，一看程咬金这巴掌，赛出了簸箕，手指头赛个胡萝卜，不愣愣棒着，吊一吊，吊一吊，到了山听着女，一看这巴掌打上我，我这脖子也细点，他巴掌大点，我这脑袋和身子要分家呀。三个不不，这当下我就不敢出口了，一脚门里一脚门外，大掌柜从后边出来了，一看，哟，这谁呀？啊，程咬金！哎呦，2年半官司没死的牢里边，怎么把他放出来了？该着我倒霉，赶快把这小伙子叫来。哎，三儿，回去告上内掌柜，炒菜打酒，再拿2两碎银子，满面陪笑就过来了。程大爷，怎么样？您这2年可好啊？程咬金一看，把三桂一放。三桂一看，大掌柜，他当穷子，就这个东西，什么都不值啊！别说话。哎，程大爷，您这是当什么呀？我当的是山河地理学，听说过吗？哎，听说过。让你嗨，三桂，瞧见了吗？这儿有懂行的，要不然人家是大掌柜，你占三桂。你在哪儿听说的？这不是您刚说的吗？也行啊。这个，哎，您要当多少钱？20两。20两。程大爷，不是我说的，这个世上还有的宝贝，您就当20两。不会过呀！啊，再说了，从咱们家这交情，您家里要缺钱，干嘛放东西啊？到我这儿拿点儿不就完了吗？哎，这不吗？哎，三儿，不，钱拿着吗？哎，给您2两银子，您先拿着，东西还归您。哎，吃点饭，喝点酒，待会儿呢，再陪您一聊天，就多了啊。旁边三桂气，我们掌柜怎么了？啊，有钱给我涨工钱好不好？当这个破抹布干什么？三桂边上生气，嘟囔嘟囔，掌柜的不理他。程咬金不好意思，程咬金把这个掌柜叫旁边，哎，掌柜，哎呀，这个我这个东西啊，实际上不值钱。哎，玩笑，哎，您这个宝贝，那这么着吧，东西还是你的，白拿你的钱我也过不去。那怎么着呢？写当票啊，三桂。写当票，老心儿这气，这东西还写当票？怎么写呀？就写山河地理学，宝贝衣服一件，当银2两。老心儿就在这写山河地理穷，宝贝衣服一件，过期不赎，视为死当。哎，当票交给程咬金，程咬金一手拿着当票，一手拖着银子，出了当铺走了。三桂回来了，掌柜子。怎么这么买的？这么干可就黄了。这个东西什么钱也不值啊！你哪知道啊？全山东省就这么一位，他进来2两银子打发了就不错了。今天晚上这么着，喝酒
炒菜，哎，都我花钱请你吃饭啊！别说话，别说话。三掌柜还不高兴，嘟嘟囔嘟嘟囔，旁边一个抽烟的程咬金出来，哎，这个东西，我娘这裙子，甭说我没钱，有钱都不带当这东西的，啪一下当场就扔了，有扔的就不见了。程咬金刚走，后边来了一位大爷，这位大爷姓什么的？姓戚，哪个戚呢？就是某位我们熟悉的主席的那个戚。这个上台府是上眉下亲，戚眉亲，戚大爷，家里头刚跟老婆打完架出来，这戚的奶奶心说了啊，家里头打，前两天这么重要的节日不给我买衣服，不给我买首饰，戚大爷正生着气呢，出来了，一看，哟，大票，打开一看，和和尚，哎，大丈夫啊。山河一群，衣裳一件，当银二两。哟，他知道这个当铺的规矩是，凡这个东西能当出二两，本身就得是二十两。没想这便宜啊！我拿二两银子赎回去，我就骗我媳妇儿说我拿二十两。哎，您就高兴，拿着当票，不做贼似的进来。掌柜的，掌柜的，赎当。三掌柜在那生气。抽着烟，数当，我怎么不认识你？你当过当吗？什么东西啊？拿个当票上我地里去了。这个东西是你的吗？废话，废话啊！不是我东西，我来赎来。你看这当票是你们合格当的不是？别找，别找，别找，是你的东西吗？是我的呀！赶快，赶快，抄银子，抄银子。东西给我，给快！他怕你程咬金找回来，啊，消耗消耗，别消耗，跟我说，我上号。把衣服拿过来了，这三掌柜啊，好心，这位大爷，你是不是打开看看？看什么看？我们家自己东西，我看什么看呀？哎呀，我说这位大爷，你是不是欺我心呐、啊？哎呦，你还认识我呀？跟您说实话，东西我捡的，哎，东西我捡的，改天请您吃饭，改天请您吃饭，哪儿就走了。三掌柜这个乐呀，有我们掌柜花二两银子当这个东西，就有人花二两银子赎这个东西，去我一块先病。三儿啊，告诉掌柜的晚上吃饭我请客。这位啊，程咬金到县城里边买竹子，撂下个盘，气的爷回家跟气的奶奶打离婚，咱也讲。你想啊，回家就得拿起来，就是这个程咬金卖了耙子，按说拿点散碎银子回家跟娘过日吧，不去，酒瘾上来了，进了一家酒楼叫英雄会友楼，掌柜的尤俊达勾引程咬金到了武南庄，教会他三子的乱。6月23，长夜连小孤山结光棒，兄弟两个上上亮亮是大反登州直上。